哇 ，Q 软的黑糖糕，香甜的黑糖馒头，爽口的黑糖刨冰，浓郁的黑糖粒，这些诱人的黑糖产品都在新城蜂糖等着你来品尝。红旗荡着片啊片唱，地来给大酒汤。据时代开始，宝山就是种甘蔗的一个区块，主要提供宝山糖厂作为原物料的一个来源。从1996年开始，我们宝山乡新城社区发展协会就以风中飘扬的糖香作为号召，我们把古老制糖的一个模式移植到社区里头，选用宝山乡在地种植的甘蔗，去皮榨汁，在砖砌泥灶大锅内以木头柴火熬煮5小时，酝酿出新城蜂糖独特的好味道。在台湾北部，就只有我们新城社区看得到这个煮糖的白甘蔗。我们所栽种的甘蔗是一个无毒甘蔗，我们不添加任何的一个化学肥料。在不断的研究发展下，新城蜂糖推出了一系列古法制作的黑糖产品，蕴含着浓郁甜美的蔗香，让游客体验黑糖新滋味。我会觉得新城蜂糖这边的黑糖糕跟别的地方吃起来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口感很棒，闻起来它的糖香有一种甜腻腻的那种感觉，尤其在外的异乡游子会吃到这种黑糖糕会想起家乡的父母亲，因为这有妈妈的味道。坚持手工古法传统，新城蜂糖用朴实的一份心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味风中飘扬的糖香。